我就算是离开了六扇门，我也是颗响当当的铜豌豆。我绝不干那杀人越货之亏心事。我要走了，你小子一个人扛得住吗？ 咱们这个圈子其实呢，就是在和老天爷赛跑。老天爷睁眼闭眼之间，一个冲刺过去了，那你就赢了。但是如果老天爷认真起来，谁都跑不掉。我只想知道，是赵辉让你做的，还是你自己主动要做的？ 你是不是还认识的吴显龙和吴小飞啊？你帮他们做过什么？